说他们。请工作人员就位。奏普典礼，典礼开始。行政院核定台北港在港务的功能，我们是定为远洋货柜基地，并鼓励民间来参与投资。这个在八幺动作台湾启动方案当中，政府将投入69亿建设台北港，并鼓励民间投资200亿，以建构具有竞争优势的运输港，作为建设台湾成为全球运筹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台北港开始营运后，相关世界各国的经贸活动，不管是产品的供应、下单、运输、销售，都能够在台北港快速便捷的运转。这是我们整体的规划，我们希望整合相关的资源，资讯流、商流、物流、资金流，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。我们昨天晚上台湾的时间11:20，我们加入 WTO。 在这个之前，我们也特别商请立法院在16号为专委 WTO 来补位。我们盼望在八幺洞的里边，事实上我们同住在台北县，我估算一下将近1000亿。我们非常盼望在我们景气最低迷、碰到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，我们大家用大量的公共投资，我们也鼓励民间有208亿要投资进来。我们盼望在轨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把一切调整好，我们提升竞争力，这个轨迹将会变成我们的转型。同时我在这里特别表达，我们刚好是第3次开工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他说第一次84年要选举开工的一次，后来87年又开工一次，那你今年的你带来开工是3次。我说以往开工我不太了解他要动工的内容，但是我这一次来是真正是要动工的。诚如我们这一次今天下午，我们也是真正要动工。所以我们非常盼望在近期的过程中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，
不管是中央地方，不管是政府的民间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来面对这个危机。什么叫做成功？危机综合把它变成转机，这个就叫成功。所以没有危机就不可能有成功。我们面对危机，我们希望这个危机能够再一次带动台湾写经济奇迹的一个好转机。不用张院长、叶部长、吴县长、黄代机长、张家开工平安，第二产动土顺利，动土顺利，第三产一切沿河平祥，一切沿河平祥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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